寺庙里面的话，有3年多一点，一直在要求。以前嘛，胆子会比较小一点，说话就比较怂，比较害羞，做什么都比较害羞。念了功夫嘛，能够壮胆。然后当时家里面父母让我过来念功夫，是少林寺里面更好的进修。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偏偏就留着要去，只能以因缘来解释这个事情。反正这里面少林寺的文化很多很多，三、五、一，你喜欢学哪样都学，这个时候你再去选择，再去取舍，把肉平伸起来。 这个铁砂掌它分为很多步骤，它是一环扣一环的，你这一环没有做到，你走下一环的话，那是不行的。是师傅教我们练功夫的时候，你走到这一步了，他给你说这一步的功法，这一步你走完了，他再教你下一步。好了，为啥叫你转身练的前后劈掌呢？就是为了就是在不同的方位，有敌人来攻击的时候。 以自己最快的那个速度把它击败打出去，啊！铁砂掌是以火为主，而不要用势了。不要说我会劈开筋骨转动，那不叫铁砂掌。铁砂掌，顾名思义，击打这个铁柱，反复的这个击打，提升这个掌力。 怕，肯定怕。意识里面那个东西，铁的，你这是肉，打着肯定怕。当时也不敢下掌。人都有惰性，这个惰性来的时候，时时刻刻都盯着你，一不小心它就来。你练功的初心是什么？当时没有任何想法。武术是需要的。 水没有个器皿去盛它，这必须什么道理？水，是吧？那江归江水，河归河，跟你没关。东西全部在外面，怎么样变成你的？你中间要找到器皿，武术就是你的器皿。那可以用任何的器皿去盛这个水吧？那看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。练功的目的是为了除魔。 这个所有的魔都在你心里，啊，心外无魔。你里面的一些烦恼心起啊，什么不动心开始动摇啦，等等的，这时候都要给它斩断，你就是个王。所以你把常无要合一，为了在常上面要下点功夫，你要慢慢的去自己去从内心上面。 少林寺有一种修禅，叫问禅。师傅会一直问你为什么，因为什么而来，就为什么而修。我刚开始练习武术，学习铁砂掌的时候，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。
但实际上不论做什么事情，当它到达一定阶段的时候，你总会发现你需要这样的一种答案，否则你就会一直在痛下去，没办法前进。要是现在就是整个寺院里面生活，每天的生活都很简单，早课、打扫、食物、参禅、师父学习，每天这样很枯燥，但是很安静。练功夫的时候，师父就说定能够生慧，在静之中能够生起很多智慧。我现在讲不出来，反正有那么一点点的感觉。都叫禅，禅就是让我们静下来，降服我们的这个心。舞就是运动的意思，需要去动。我们练这个铁砂掌的时候，不是单一的，只是站在那里拍这个掌，它还要配合着练拳。因为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力量，不只是光手上的力量，胳膊上的力量。练拳的话可以让我们的经络啊、气血啊通，配合着铁砂掌才能增长我们这个功力、掌力。它是一种磨砺，一种打磨的精神。习武嘛，能够让我们内心强大，就像一个战士一样，遇到一些什么束缚啊，我们就打破它，敢于挑战，大丈夫的精神。这个也拍着，然后这样。胳膊抡起来，这样的话，你看是不是更好？胳膊抡开一点，你跟那打的没多大的意义。你先说龙虎之力，就这个手，这个手是最厉害的，练出来的。反正你不信，你俯卧撑趴着，那这肯定这只手撑的坚持的最久，耐力最强。你再甩一下，你的这个手都是麻发麻的，手指都发胀发麻的。对啊，使劲甩，甩过500下。你的手就肿，直接肿起来，啊，这样就没事了，这样手感觉就充满力量，是不是？嗯。交学费，知道没有？他是禅堂的，在禅堂也学过一些武术，所以我们经常在一块儿讨论一些问题吧。他在找他想要的。我或许也在找我想要的。每个人真的都不同。少林寺里面练武的所求的是什么？每个人心中都有每个人的答案，每个人的答案都是不同。你静静的在人群之中看待每天人来人往，欢喜也好，悲伤也好，每个人来到寺院里面，他们有所求或无所求，每个人的修法不同，每个人所追求的也不同。我们每个人都在修行，只要你的心住当下，你就在修行。它会有一层一层的关卡式的，你突破它，那你就成功。一种磨砺吧，它
这是最真实的东西。